跟你九星三家族周岁了吗？首先向您致敬，感谢感恩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每个月的付出，感谢中部分会的美女军官们，有你们真好。而你九星三山家族在十月十三号第二会长交接时，在这一段时间，感谢中部分会淑慧姐、三嫂一路相挺，让分会与分会团队无私付出与奉献。正如中部分会李淑慧表示，2009中部分会团队在四大坚持。信任、良性冲突、坚定不移的行动，以及无怨无悔，感谢、感谢再感谢，欢迎你们加入2009行善，坚定不移的心，我们尽己所能，将爱传承，一起加油。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欢聚一堂，共同为我们2009行善家族中部分会周岁的生日欢庆，仅代表行善家族团队衷心的祝贺中部分会周年庆快乐。最近2009制度将有大里程碑的启动，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，就是我们将向有关单位申请正式的组织，总会结合分会，紧密团结，各司其责，共同努力，希望更能帮助更多的弱势团体，将2009这三个字发扬光大，谢谢。